Guadius, Sherry， 今天原本是12点开始播，但是提早开了，所以大家应该还没有要进来。哦，好冷哦，导致新竹陈胜梅、北原，好久不见，浩克。云秋霜，谢谢北原的新年快乐。大佬好客，麦友早安，早安，早安。好冷哦，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，兔年行大运。你们有没有听到我的那个洗衣机的声音啊？我在洗衣服。观之幸福。一里五五，冰彩轩，苏云，早安。谁冒蜂蜜？换个特效，这个好了。右脸上有一点点，什么东西？右脸上有一点点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有吗？有吗 ？OK， 叶问 ，My Two， 创谋南门。啊，今天就慢慢来啊！原来是今天开哦 ，What？ 不是今天吗？我去看一下，今天不是27号吗？今天不是27号吗？26，所以我开直播是27号吗？还是26？26，今天26，我以为是27耶，所以我今天不开直播是不是？我是27还是？太好笑了吧！哎，我为了直播这么早起耶，天哪，超好笑！大家拜拜。明天见了，超好笑的，哎 ，OB 玩，谢谢相遇，哎，怎么这么突然？不开了吗？超好笑的，因为我怕就是我现在开了，然后就是可能有些粉丝会觉得就是断钩。就还是有点那个德语，哎，我过年过到已经不知道今天是几号了，我真的以为今天是27号，然后我是27号12点要开的，超好笑。但是我是怕我现在也可以开一小时啊，但是我是怕那个大家觉得就是对，我是怕对大家觉得那个断钩不好。就是对，所以就看你们啦，看你们啦，我不要被骂，我不要被骂。你咋那么可爱呀、啊？我那个过年过到完全忘记嘞，超好笑。而且我还想说啊、哦，我今天蛮想要跟大家聊天的，所以我就特别早起，然后11:45就开了呢。来的人一定没断钩啊。来的人一定没断钩啊，怎么了？完全忘光光吗？不然现在去跟大家说，现在吗？开直播中奖吗？还是我今天就不要开了，45就开了吗？对啊，好啦，就为了大家，为了没有看到我的直播的大家，我还是明天开吧。
还是明天开吧。对不起大家，谢谢，稍微谢谢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，谢谢你的支持，看到你们很开心。拜拜，新年快乐。我等一下发文好，还是开到十二点，让不想断钩的过来，没关系啦，明天开，明天都开久，开久一点，好不好？注意自己啊，早起早起嘛，我们这也熬夜，我有点晒。好啦好啦，那今天就拜拜咯，上周没消息，我还以为上周没消息。什么东西上周没消息？好啦，那我们明天再聊啦，拜拜。